最好的故事不是讲出来的，也不是去听来的，它应该是你亲身去体验。1亿7000万，2002年底到2003年初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到了这样一个小镇，碰到了这样一件事，遇到了那样一些人。现在就告发。也许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个终生受益的好故事。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。不仅因为我从始至终沉浸在那个故事里，更因为有那样一个普通的家庭领着我，见悟了一个人怎样变成另外一个人的道理。冬至，到底是干？闭上眼睛，我深深地进入了主人公的世界，希望世界上所有的人都随我一起去见那个人。所以我有理由把这个故事拿出来讲给大家听。今天咱们就算结盟了，你表现不错。高总，你先别夸我，今儿个呢大家伙都在，玉小姐也在，是不是把我那待遇问题说一说？待遇？你是公司的副总啊？我说的是钱。公司最近遇到点麻烦，公司下属的工人呢，对公司发给他们的工资有异议，采取了一些暴力形式，其中有一个绑着炸药抢银行，齐州几十年没有这种事情啊，省厅也派下人来了。现在公司是大力发展的阶段呢，禁不住这种事情的折腾。我明白了，柯老板。你是想让我呢先给你去把这事儿平了，看看我呢到底有多大的能力，然后再给我定工资，是这意思吧？你有这个能力啊？何总，我跟了您这么多年，您应该知道我的办事能力吧？这事儿应该我去做呀，跟他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
顺子，戴维是刚来，啊，给他这个机会。你们以后时间长了，好好合作。哎，柯总啊，有件事呢，今天还得说明白了啊。就像你说的，今后呢会经常的合作。为了工作上方便呢，咱们得说明白了，我跟顺子在这个公司，到底是谁听谁的？哎，不，你就不应该提这种问题。你刚来，我在公司待多久了？我能听你的？这事儿谁听谁的，不是看时间的长短，他主要得看他有没有这脑子。你说那看大门的，看一辈子门，那他也做不了经理啊。哎，你怎么说话呢你？哎，啊，哎，咱们都是文化人啊，都有文化。行了，都是有什么说什么的人，也都是为了公司好。顺子，你就委屈点。戴威呢，怎么说也是这个公司名义上的副总。家这面条是全世界最难吃的。我还没做好呢，这么长时间跑哪儿去了？走，姐，这是给柚子买的。花什么钱呢？只要别借钱就行了。行行行，马上就好。说什么呢你？我今儿来就是给你还钱的。来，1000块。从哪弄的？我现在有工作了，从哪儿弄的？跟，哎，这样吧，你把这钱给你姐夫去。啊，我姐夫在家了。啊，姐夫。哎，姐夫，啊，来了。上次从我姐那儿借了1000块钱。他让我还给你，你点点。那不急，你有的花吧？有，我现在在洪家置地做常务副经理。不得了，哦对了，你们行里的人好像出事儿了。别乱讲。真的，薛飞，我刚刚从他们家门口过，停的全是警车，好像出人命了。舅舅，你进来。你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不信你自己看。呀！小坏蛋呢你！玩什么呢？玩游戏。舅舅，你帮我看那个文件夹，怎么打不开来了？是吧？
喂，你好，我是薛飞。说什么？那他现在怎么还这么神叨叨的？吃饭。哦。手腕上啊，这么大一个口子，小孩手都能伸进去，那肉啊向外是翻翻的，骨头都白花花的，骨头都看得见。我就想这年轻人这么想不通，不知道是40度，哎呦，烧的那么高啊！刚才呼吸还好点。那个，要不先加一针那个退烧药。好。好。微烧成这个样子。大夫，怎么样？病人的情况目前还可以，等烧退了就可以了。哦，是吧？那。那他。那个可能要住院观察一天。谢谢。哎，姐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待会儿。我待什么又出不了人命？哎呀，你陪我说会儿话。有急事儿，我得回去。我。哎呀，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担心你姐夫，他本来你说神经就脆弱。你不用担心，他这人还不知道吗？他就是胆小。你忘了上回那个炸臭豆腐那个，杀了一只鸡，昏过去半天。这次跟那会儿不一样。怎么了？再这样下去，我非。真的，我真担心他就变成神经病了。知道病程。你以为他现在不是神经病？闹鬼了，真的闹鬼了。真的觉得不正常。他们银行啊，你不知道他们银行最近发生了多少事儿啊？刚开始就抢银行，后来丢钱，你看现在薛飞死了。还有，哎，还有，我跟你说，前两天你姐夫发了一笔奖金，你猜多少钱？多少？2万。还发2万的奖金，2万块钱啊！我就觉得不对，可我不知道出什么事儿，真的，我就觉得不对。他不会是发奖金高兴的吧？我真有事儿，我赶紧走了。你要有什么急事儿，你让他们到学校宿舍去找我就行。我走了。姐，你刚才说他们银行。怎么来着？鬼，我就觉得那个银行有鬼。
哎呀，辛苦了，老爷子。哎，您接着回去喝吧，这儿交给我了。那我走了。万商，嗯，那侧过来。嗯，再高点。这是什么？体检报告上没写这块斑啊，是这两天才出现的，这是不是尸斑啊？小伙子，这可不叫尸斑，是除了腕伤之外的确没有其他的伤痕，法医也鉴定了，没有任何中毒迹象。但是他这一小块红斑，似乎在告诉我们什么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有什么问题，我还不敢确认。但是我可以断定，这很可能是一起精心策划的谋杀。谋杀？谋杀？不可能！凭什么说是谋杀呀？就凭尸体上那块小红斑，那可能性太多了。尸体保管不好，死者生前有某种皮肤病，甚至尸检的时候不小心造成压痕，这哪种情况都能造成这种结果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啊？的确，一小块红斑确实说明不了什么，但是巧就巧在这块红斑它所处在的位置。什么位置？潭中穴。什么穴？中医的针灸理论把人体的全身分为361处穴位，而其中的八处是最为重要的大穴，而潭中的就是这八处大穴中最薄弱的一处。好，既然是纸上谈兵，咱们就说个清楚。这是薛飞留下的遗书，看这两行。我不愿意死在刑场上，只能用这种不光彩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我们识字的人都看得很清楚，如果薛飞不想自杀，为什么要留下来？谢队，这正是我要说的。这份遗书的最大疑点，就是为什么中间这两行字会被涂掉，而在旁边又会另外加出两句呢？请看，从字体上看，全篇都是由郑恺认真书写而成，而且呢，行与行的间距适中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死者对这篇遗书的态度是十分认真的。来，就算他写错了，恐怕换张纸重写也比画上这么大两个黑框的合理性要大得多吧。哎呀，哎呀，蒋处长说的是真悬啊，把这些破案跟侦破小说、武侠小说联系在一起。
哎呀，依我看，只有书斋里的学者才能干得出来。哎，蒋处长，是不是在部机关待的时间太久了？理论终归是理论。你说的那个什么潭中穴，太深奥了，不懂，真不懂。当然，目前的一切只是推测，一切都要靠证据说话。所以，谭局，我请求：一，重新勘察现场。如果确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，是他杀的话，我相信现场一定会留下凶手的蛛丝马迹。其次，重新鉴定这份遗书，尤其是对中间新加的那句话。陈老师，我听行里的同事说您病了，我特着急。你平时身体看得挺好的，怎么突然就病得这么重呢？也是，学费前几天还跟我们一起吃饭呢，怎么突然就没了？陈老师，你可一定得保重好了。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那我怎么办？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。小郑啊，嗯，你是害怕了吧？是，我都不想干了。我跟你说实话，你说钱没了，人没了，我想调走。我今天来也是为了征求您的意见。调走，你想好了吗？也没怎么想好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来问问你。哎，你刚到社会上来就碰到这样的事儿，确实是不好。但是你说要调走，我觉得也不妥吧。银行的工作虽说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但是在现在情况下还是个肥缺。你要是调走了，工作不一定也称心如意。再说你刚进入社会，碰到这样和那样的事情会很多的，这没有什么奇怪的。别说你怕，我不这是也吓病。你可一定保重好了。谢谢。看样子好多了。啊，这是我太太。这是我们行里新调来的郑彬彬。哦，你就是郑彬彬啊。嗯，嫂子好。坐，小陈。不用了，陈老师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我改天再来看您。好，谢谢，好，我送了啊。再见啊。哎呀，又要接了吗？来挺长时间了吧？哎呀，刚来。别吃苹果了，喝汤吧。别费劲了，不喝了。哎呀，你真是的！他们拆你就让他们拆好啊，你管这闲事干什么？就这破房子，干嘛不让他拆啊？拆完了重新盖，你还有新房子住呢。你呀，我发现你真是变了。哎呦，这屋也变化不小嘛。嘿，就这琴还在这儿。你没发现你也变了吗？我变了吗？嘿，我怎么没觉得？
这几年你在日本是怎么过的？那天我不就告诉你了吗？瞎混呗，还能怎么样？那你怎么没找一个合适的？找了。结婚了吗？结了。那祝贺你。有什么好祝贺的？回来之前又离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过不到一块儿呗。那个姑娘啊，是我刚到日本时候的一个同事，很文静，很内向，跟你有点像。可是时间长了就发现不对劲儿。毕竟是日本人嘛，像归像，但是说来说去，还是我们沈南好。行了，你别评了。哎，我没评，我说的是心里话。知道吗？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你。我累了，你能收留我？请问一下，你是不是那个石山城的家属？对。他说已经完全退了，等会儿他输完最后一瓶葡萄糖，他就可以走了。哎，不是说明天吗？主治大夫说他今天就可以走了。我刚交了床位费的。那我们已经安排进病人了，他今天必须得走了。那床位费能退吗？那对不起，好像不能退。这叫什么理由？那我钱都交了。那今天他必须得走，那我不管，那我得住到明天。那我的钱就白交了。这什么医院啊，连个暖气都没有，一天床位费还好几十块钱，还不如回家养着去呢。来，吃点饭吧。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辞职。那你可得想好了。想好了。我也不管他们同意不同意，这个银行我是不能再待下去了。按理说我不该劝你，这银行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老蔡那样了，雪飞又死了。不过好不容易都快熬出来了，你这马上又要升成主管会计，这房子也快有了。那些这走了多可惜。那些都不重要了。雪飞的死怎么着也跟我有点关系。我一进银行一看那一把椅子，你说我这心里能好受得了吗？你这个人也是，薛飞的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他那是贪污公款，
他们是活该。人都死了，说话别这么难听了。是是，我知道，你们是好朋友。哎，你好好想想啊，我们俩这辈子算是交代了。你别把又又也扯进来，孩子将来还要考大学，弄不好还要出国。你这一辞职，就剩下我那点死工资。悠悠，悠悠的事儿我想了。悠悠，其实我就希望他有三条：第一呢，是身体好；二是他愉快。好。至于他将来干什么，我觉得不重要。行行行行，别到时候到我父母那讨饭吃就行。不会，不会要到你爸爸妈妈的。我今天要出院，住院手续办了吗？床位费我交到明天了。没关系，我去退。哎，你怎么说？哎，我就不信蒋涵这么难对付，那些警察也没露出过什么。青青，那蒋涵不是个普通人，几次接触下来，我觉得他还是感觉到我们一些东西。我怕我做的过于外露，会出什么事儿？出什么事？这儿是我们的地方，难道还怕了他跟外边的人不成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想，警察毕竟是警察，如果你为了那笔钱过于的用手段，会前功尽弃。嫂子，你可不像前几年那么有勇气了。哎，你也是呀，青青。你也不像前几年了。现在洪家置地基本上可以算是我们的大本营了。叶伯伯，如果我们借着洪家置地的工程，把和平银行现有的拆迁款逐步挪用到我们的账号上，那我们重新建立玉家产业的目标就有可能实现。哎，陈老师您好了。啊，好了好了。哎呀，哎呦，老陈啊，哎，好几天没见你了。是是是啊，累了，哎，累了累了了。哎，彬彬没上班啊，打了电话来请假，说是发烧了，歇一天。啊，老陈，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哎呀，听说薛飞这个事儿，对您打击挺大的啊。哎，过去的事儿不提他了。是啊，我也不想再提呀、啊。不过，大家都是同事。这件事儿值得我们人人自省啊！啊！啊！好，有空我们再聊啊。支行之所以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出现问题，啊，正因为我们内部出现了这样一只蛀虫，在兴风作浪。好了，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。
虽说公安机关还没有做出最后的结论，但是从前一段我们财务稽核的情况来看，薛飞系参与经济犯罪而畏罪自杀的可能性，这点基本确定了。啊，他是不值得同情的，这一点希望大家能够端正态度。当然了，他毕竟也是跟我们共事多年，从感情上呢，一下很难。批件笔件，我们挣钱的，走。什么事？他们非法拆迁，而且也没有市政府的批件。你们是哪个公司的？公家子弟。公家子弟，这边谁负责？有什么话跟我说吧。非法不非法，不是你说了算，国家有拆迁法。你先跟我回派出所把情况说清楚。舅舅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沈老师被公安局抓走了。为什么？还不是拆学校的事吗？就你先上课去吧。随便你吧。就是你，是吧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来谈个合同，刚到，还没住下呢。哎，你，哎，这一晃又三年了。是，机会难得，怎么样？找个时间，咱们吃吃再聚一聚。行，咱好好聊聊。哎，好，哎，咱那个，好。
哎，值班呢？啊，又是你啊！你们队长呢？这会儿应该在宿舍喂孩子吃东西呢。噔噔噔噔噔，噔芝麻糊，来了，宝贝儿啊，吃芝麻糊糊，来来口来口啊，香，真香，来，爸爸生气喽，不要吃。哎呀，阿华啊，这不会吧啊！哎，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说弄一孩子，你应该把他送幼儿园去，真的。哎呦，能送我不送吗？哎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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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阿华，有件事儿真得麻烦你。什么事儿？说。你还记得咱们那个同学沈丹吗？沈丹，就是那个跟大户人家决裂的沈丹，你们不是一直有联系吗？找我干嘛？让派出所给抓走吗？得，戴维，这事儿别害我。刑警队不管这事儿啊。没你想的这么严重。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啊？嗯，就是他们学校那片老房子要拆，他们这些老师反对，跟这个拆迁队呢就产生冲突了。嗨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。现在这种事情是到处都有。不过话说回来了，这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拆了，谁家谁不可惜。理解吧，政府规划啊，你先说吧，这事儿你管不管？行，人放了，到时候我通知你。哎，学校归哪个派出所？三湾区。早回来了，厂里停电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月咱们可是超支了。哦。哎，你知道我今天在路上碰上谁了吗？财神。李建功。他不在东北吗？怎么到这儿来了？你还记得我们班有个姓许的同学？许辉格。对啊。你知道他现在做什么了？证券公司的副总经理。嗯，前两年你们聚会的时候，他不就是一个小小的科员吗？哎，现在可不一样了。哎，我在想啊，你说我要是挪动挪动，调到他那儿去，会比银行里好吧？悠悠呢？悠悠去唱诗班了。说的也是啊，到他那儿去，让他照顾你，这可比在你们单位干顺心多了。干个一年半载的，再让他帮你说句话，分个房子什么的，嗯，是吧？哎，啊，你们什么时候聚会啊？那就这两天。啊，我想啊，这次是不是咱们花点钱请请客？这一是平常同学一聚会就是人家花钱，咱总蹭人家饭。还有呢，这次万一托许辉哥办工作，这不也有个说头吗？可这个月咱们都已经超了，这样吧。你拿五百？开玩笑，五百哪够啊！我们上回三人吃饭吃了600多。那，你拿1000。不过，到时候事儿要是没办成的话，咱这钱不就打水漂了？1000也不够。你看现在，都是什么价儿，而且。我估计这回同学来的又特别多，我看，好吧。
哎，佳佳，怎么样？就请这一次，好吧？同意了，真的啊！我先把钱数好，省得你变卦。拆迁法是有规定的，你这行为属于妨碍公务，你知道吗？您看以上情况是否属实，请签字。小二，怎么样？你好，谢队。是这样，他们学校是文物单位，市政府也没有决定是否要拆迁，洪家之地私自拆迁本身就是违法的。所以他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，啊，那这事儿就交给我吧。好的，啊，那交给你了。嗯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可以。哦，谢谢。安娜，真不认识我了，谢家华。阿华，哎呀，我是奉戴威之命来救你的。不愧是同学，你还能记得我？哎，你的变化挺大的。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没什么大事，走吧。再见。哎。哎。啊。交上你爹，我送你回去。不用了，我还要回去上课。啊，替我谢谢大卫，也谢谢你。